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eah, nice to meet you. Yeah.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to the judges. Okay. My name is Xiamen Xi, and Sealchain is the co-founder. Sealchain 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块链的生态，这是最主要的啊。名次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而且我们也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不错的名次的。제가듣기로는국제대회에서수상경력이굉장히화려한팀으로알고있습니다 Are you ready? Yes, yes, yes. 3분 PT를 시작하겠습니다 Okay. I think. Okay. 它是这样的，就因为，咱们有了上次去这个硅谷的经验了，所以这次做这个 PT 和 Q&A，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是，我们是真正有应用、实际应用场景的区块链公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 COC 比赛中中国赛区拿到前五，在硅谷我们拿到亚军。一个是我们有应用场景，再一个就是还是我们的技术，我觉得技术力量也是非常雄厚的。这两点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点。我们的 SEO 是来源两个英文单词，securities allocation。大家都知道，在区块链的世界里有一个三角空镜，那就是公平、效率和安全，很难三者同时兼得。那么对于金融资产的交易，对于安全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两个方面。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我给你打一笔钱，你不在意这个钱是晚五秒或者十秒到达，但是你更在意它是否能够安全的到达。那么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公链能够满足金融资产交易对于安全级别的要求。那为什么我们 Seoul 可以做到呢？在安全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点。第一，我们主要采用了拓展的UTXO 模型，因为在过去十年里，比特币已经证明了 UTXO 模式是最安全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又加了一些灵活性，可以满足于我们多种资产交易的需求。我们另一大亮点特点就是，我们是全球第一个有内置经本位的稳定币的公链，用来提供对金融资产交易的桥梁作用。那第三大特点也是我们最骄傲的特点是，我们有很多实际应用的场景，这些都不是故事，都已经发生了或者将要发生。我可以给大家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叫 S Lab， 是我们在国内两年前成立的一家公司，它主要是专注于做供应链金融和 ABS 资产证券化的区块链技术服务商，目前在中国境内排名非常靠前，每年差不多营业额已经达到2000亿人民币到3000亿人民币。第二个场景是我们会和东南亚的 P2P 公司合作，比如像印尼的Mini Group， 还有越南的 Score One， 我们用区块链来解决他们的业务痛点，每年的交易额差不多在500亿人民币。第三个场景是是我们的泰坦云，这是一个布局于全球的旅游供应链金融企业，它已经有6000多个中小企业客户，在未来3年，它会在170多个国家、2000个城市建立自己的网点。我们之所以能够将综上所述的所有场景落地去实行，是在于我们有个非常强执行力的团队。我们几个合伙人，包括我自己，都曾就职于世界的知名的投行，像Merrill Lynch、Deutsche Bank、Lehman Brothers， and also
UBS， 我们的 CTO， 他是在中国。 拥有个人区块链专利最多的个人之一，所以，综上所述，我们的安全为我们的金融资产交易创造了一个可信的环境。我们的稳定币使得金融资产流转如虎添翼，我们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使得 Seoul 未来的前途无可限量，充满了各种想象。谢谢大家。On the Seoul。 对，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最关键是还，最关键是我们在来到韩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始点，跟韩国的市场开始接触，跟这边的同仁开始交流，这是最关键的。问一下，你们既然在讲安全了，就是你们觉得哪条链是不如你们安全的？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扩展的ETS模型。其实不是说哪天不安全，那我们认为比特币是相对是非常安全的。对，但是比特币的就是灵活性，比如在我们金融资产流转的过程中是，就是说这个功能性是不满足我们要求的，所以我们在比特币的这个 UTS 模型的基础上面进行扩展，继承了比特币的这个比较强的安全性，同时呢又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金融资产流转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需求。对，那你是怎么扩展的呢？ 扩展的，对，你说这个扩展具体是什么？我扩展的是 UTXO 的模型。那比特币的那个交易里面都有一个 UTXO， 就 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那我们把这 output， 比特币的 output 里面其实只是有一个数字，代表了多少比特币。对，我们把这个 output 扩展了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发行，我们的稳定币的发行其实就是一个合法的交易，它会产生一个 output。 这个 output 里面会有我们的这个发行的总量，还有抵押的这个黄金的总量，同时呢也会附带上这次发行的所有的这个抵押黄金的凭证，比如说那个这个叫什么，银行的这个抵押凭证，对。 그 RPOS를 사용을 하고 계신데 token issuing plan에는 거기에 50%가 foundation에 할당이 돼 있는데 그러면은 너무 중앙 집권화된 시스템은 아닌지 어떻게 생각하시는지를 먼저 좀 여쭤보고 싶어요. 没有50%，就是我们还是虽然我们是来源于金融背景，我们以前确实做了很多 IPO，但是这个 token on the token side is totally different world。 我们也很清楚，就是在这个不一样。我们也是以基金会的形式，有个 foundation， 整个团队可能也就是有 15% 我们有一大部分是给社区运营，还有一部分是给我们的各个应用场景。就是招商有一些金融公司，我们想让他加入我们的生态，初期是要送给他们一些币的，这是给社区的，并不是属于我们的。 그 할당된 50%에 대한 더 구체적인 계획은 어떤 거예요? 就是初期我们打算，比如说东南亚的 P2P 公司，如果他们愿意加入我们，我们大概会送他价值200万人民币的token， 然后之后还会陆续送，就是根据他这公司的交易量的 1/1000， 我们再送给他 币。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共识。 共同认可，因为我就每一位评委都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刚才在外面在看屏幕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位。和 ABS 资产证券化交易和资产流转的公链，对于安全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两个方面。除了这个安全之外，你们还有别的技术亮点吗？ 너무 중앙 집권화된 시스템은 아닌 더 구체적인 계획은 없던 거예요? 하나, 둘, 셋! 네, 자 이렇게 총 4명의 심사위원께서 버튼을 눌러주셨습니다. 축하드리겠습니다. 这就是因为我觉得韩国从地理位置上跟中国很近，而且从文化上也很相似。再一个就是韩国的对于区块链的热情是在整个亚洲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们非常愿意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跟韩国一起把我们的业务。
纵深发展。